主料：鸡肉500克，子姜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料酒、生粉、酱油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子姜切片，鸡肉洗净切片，晾干水，放料酒、酱油、生粉、油、盐，腌40分钟。锅里放油，放子姜在锅里爆炒1分钟，装碟备用。放油在锅里烧开，放入鸡肉大火翻炒3分钟，同时放入子姜一起翻炒30秒，倒入适量的水，放适量的盐、酱油，盖上锅盖，焖5分钟出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喜欢吃子姜的可以多放些，不是那么喜欢吃子姜的可以少放，把鸡肉焖熟即可。不宜焖过长的时间，会影响鸡肉的口感，这样吃起来鸡肉就不滑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